王星瑜台北报道，中国限娱令变得更加严格。今日又传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禁用有声艺人，体现嘻哈文化、次文化、非主流文化、丧文化颓废风格等艺人的规定。有网友发现，靠中国有嘻哈爆红的歌手 GAIA 博名称有变，还有人担心吴尊因为脚上的刺青恐遭中国节目封杀，给在微博的名称本为超级无敌 GAI， 如今却变为 GAI 周延，连说唱歌手的标签也被移除。而吴尊带住女儿及儿子登第五季爸爸去哪儿再度翻红，不过他在节目上只要穿着短裤，小腿就会被打上马赛克遮掩刺青。这次中国再度公布新版限娱令，让粉丝不禁担心有刺青的艺人遭到节目禁用。吴尊身上有注刺青，凡是自微博吴尊在爸爸去哪儿露出腿的部分都被打上马赛克。凡是自微博